每一张相的背后都有一个香港故事，每个人都是一个香港故事。香港有本地人，有外国人，仲会发现我哋独有嘅原居民。不用练习表演的时候，我也想做一个听众去欣赏。Cantonese never needed a speaker。广东话完全识听识讲啊！唔同嘅人，唔同嘅故事，呢个就系我哋嘅香港。